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剪辑琳达。我真的是太郁闷了，这可能是我史上拍的最失败的一支视频。我现在正在剪辑过程中，然后我意识到这个视频完全都看不下去，我自己都看不下去。本来我想再重录一次，但是有一些视频吧，真的只有一次机会，第二次录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我又想，要不然就别上传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视频还是有一些意义的，所以呢又不想完完全全就把它丢掉，所以我现在想上来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大家看的时候呢一定会非常难受，觉得有点看不下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点出去不要看了，或者是只把声音打开就当听播客了，希望大家不要骂我。好了，那我就不废话了，我们继续今天的视频。我昨天一晚上没睡好觉，所以黑眼圈比较严重，大家就凑合着看吧。今天想去外面去给大家录这个吃播，因为之前都是在家里录嘛，但是今天家里面有点不方便，所以就不想在家里面录了，所以今天呢就大家直接到我要买那个快餐的地方去录。你去了以后直接在车上点餐，然后直接在车上吃，所以还蛮特别的吧。其实我做这些也是希望给大家能够更多元化的看一些美国的，也不能说美食了，其实我每次吃的都是快餐，但是能够看一些美国的文化吧。我就不废话多说了，我们直接去了那边再聊吧。我知道可能今天的相机的摆位啊，还有收音什么的可能都不是很在线，因为我第一次尝试这种形式，所以我的设备呢也都很小儿科，所以呢就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呢就对不住大家了。今天这个视频还蛮有突破性的，有很多第一次，是我第一次在车上给大家录，就全程在车上给大家录啊，还有我第一次在外面录吃播，还有第一次边开车边给大家录，我觉得好像有点儿太安全，不过还好，因为我平常自己在车上也会自言自语，就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光线好像特别不好啊，大家就担待一点吧，因为我也控制不了。希望这个视频做的还挺成功的吧，希望大家看得有趣吧。主要是我想给大家换一些不同的场景，因为很多人都让我做 vlog 呀，觉得我好像每次录视频都在家里面，大家看的可能有点厌烦了，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我这个人的生活真的特别的单调，我特别宅，偶尔出去都是跟我老公在一起吃饭呀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不太想处处干个什么事情都要把相机拿出来。大家觉得可能拍 vlog 很容易，但是你要想一想，你每做一件事情都是要停顿一下，然后把相机拿出来，然后再拍一下，再继续做你要做的事情，因为相机不是跟拍的，不是有别人在拍你，而是你自己要去拍。所以如果我真的开始做 vlog 了，我一天24小时可能除了睡觉都在拍视频，其实挺累的。其实也不完全是累不累的问题，我这个人倒不怕累，但是呢我觉得要把现实中和网上的生活要稍微分开一点。我真的很佩服那些每天拍 vlog 的博主，而且有的是日更，哇天哪，那就是生活里面完全都是拍视频了。当然他们也很享受，我没有说要指责别人啊，说他们拍 vlog 不好，但是我自己呢还是想稍微的分开一点吧。而且我的生活确实很单调，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一般只在旅游的时候拍 vlog， 或者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我才会拍。就日常那些每天吃吃喝喝，要不在家录视频，要不在工作，真没什么意思。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看 vlog， 就是跟别的类型的视频比起来，我可能最不喜欢看的就是 vlog，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别人生活没有那么好奇，有的时候会觉得还挺无聊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拍出来的视频我觉得别人可能会觉得很无聊，因为我看别人的 vlog 有的时候啊，不是说所有，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无聊的。因为我 follow 的博主也有时不时的拍 vlog 的，我就发现跟他们其他类型的视频比起来，可能 vlog 是我最不爱看的一种类型之一，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了啊，大家不要过来很生气的跟我杠说你不拍 vlog 别人就不能拍了，从来都没有说过别人不能拍 ，OK？ 天哪，开始求生欲了，我真的很抱歉啊，好像我整个开车的过程都是黑着一张脸，因为有这个 visor 在这儿，但是真的很晒，所以大家包涵一下吧。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故意让它要放吸管，因为我自己有带这个吸管，就很方便。把它打开呢，这个吸管呢可以这样拉出来，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小刷子，可以刷吸管。Hi, I have your combo number 6, the American dog with no onion. Okay.
and your medium tater tots are in that. Okay. And then here's your strawberry cheese. Thank you so much. Yeah. Would you like any extra napkins? Yeah, just a little bit. I don't need the straw. Okay. Yeah. Here's that spoon. Okay, thank you. Here are. Thank you. No problem. Anything else I can give you? No, that's it. Thank you. Enjoy. 那个小姑娘肯定以为我是神经病，在这儿开着相机，反正每次在外面拍呢，都觉得很丢脸。这样会不会好一点？我把相机架起来一点。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吃播吧。大家好，我是琳达，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给大家在车上做一个吃播，因为我在外面嘛，所以其实感觉挺丢脸的所以呢我尽量把这个吃播弄得短一点吧，不要老占着人家的位子。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点的什么，这是一个 strawberry milkshake 啊，非常肥的一个东西，先给大家喝一口。这个不锈钢的吸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非常的凉，如果你有冷的饮料呢，它会让你的饮料变得更凉一些，就很好喝。反正奶昔这个东西吧，就是特别甜特别肥。大家跟我说我的吃播希望可以介绍一下它的味道。那我这次呢点了一个热狗，因为以前都是什么汉堡啊薯条什么的，这次就点了一个热狗，其实就还蛮普通的一个热狗。这个是牛肉的，上面是番茄酱、芥末酱和Relish， 也就是一种腌制的黄瓜弄碎了，就酸酸的那种。反正我是挺喜欢吃热狗的，这个就还好吧，我觉得这是热狗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还买了一个 tater tots， 这也是美国很传统的一种快餐食物。大家可能对薯条比较熟悉啊，但是这个是叫什么啊，这是土豆做的一种油炸的食物，土豆泥把它弄成这个形状，然后炸了一下。听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薯条，但是呢就为了给大家看一下多元化的食物吧，其实也不能说多元化，美国的食物真的不怎么好吃啊。我现在真的饿的都有点低血糖了，所以马上吃两口。这个炸土豆块呢就是松松脆脆的，其实也挺好吃，反正土豆油炸的东西都挺好吃的。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其实是我一直都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因为我自从出了几期情感类的视频，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喜欢跟我聊天，大家都喜欢把心里话对我说，然后给我发很多很多的私信，只要是跟我分享一些他们在生活中的困扰啊，问我的意见，希望我能够帮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每个人都回复大家，因为毕竟我只有一个人嘛，而且在私信里面打字确实是不太方便。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话痨，然后我每次说一件事情呢，我都想把这个事情讨论得非常透彻了，所以一两句话也没有办法表达我想表达的意思。所以这次呢我就想在视频里面统一的给大家回复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我就分门别类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类呢就是给我很多鼓励的，这个是我最想先感谢一下大家的，就是很多人跟我说我的视频让他们得到了很多快乐，本来他们经历了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因为看了我的视频，本来很糟糕的一天突然变得很美好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也很开心我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吧，带来一些鼓励。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们生活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然后看了我的视频以后有一点茅塞顿开的感觉。很感谢这些朋友对我的鼓励，也很开心我的视频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力量吧。下面一类呢就是感情向的，就是可能我收到的最多一类的留言和私信。我男朋友出轨了，我要不要跟他分手，或者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有的是异地恋呀，有的是啊本来很好，突然他最近对我特别冷淡，有的是他们自己觉得对对方没有感情了，但是出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比方说他工作还挺好啊，或者他很爱我，或者是我父母非常想让我跟他结婚等等，这一类的留言非常的多。在回答大家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不管我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我给大家在平时的私信留言里面也是说的同样的话，就是我要对你们非常负责任，我不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告诉你说你不要跟他分手，或者是你要跟他分手，因为两个人的感情不是非黑即白的，
这个感情只有你自己能感受得到。我作为一个局外人，你就给我私信留言了那么几段话，虽然有的人也是长篇大论的解释得非常详细，把那个细节都解释清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肯定是解释不清楚的。而且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感情，我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说，哦，你就跟他分手，他就是个渣男。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如果他是一个渣男，如果他真的出轨了，我可以很容易的告诉你，你要跟他分手。但是万一这个人真的是你一生的伴侣呢？万一你跟他分了手以后很后悔呢？万一你俩是真的真心相爱，然后他只是酒后做了一次错事呢？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界定说你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一般给大家的忠告就是，你要想一想，不管你做什么选择，你到底是做这个选择会幸福一点，还是做那个选择会幸福一点。就比方说我刚才举的例子，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私信，而是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问我。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平平淡淡的，也没有什么激情了，好像我不太爱他了，但是我们家人逼着我必须要跟他结婚，因为我们的房子已经买了，因为他的工作很好，因为他的种种的所谓的条件。但我自己真的很犹豫，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也可能很容易的告诉你说啊，你要坚持自己的想法，你既然不爱他，你就不应该跟他在一起，你应该跟他分手。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这么想，但是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办法界定你所谓的不爱了，只是你们两个从非常有激情的恋爱关系变成了一个淡如水的像亲情一样的感情的关系，这点我是没有办法界定的。因为其实很多情侣都是这样，不管你是结了婚还是没有结婚，有的人会说结婚前我们特别有激情，到了婚后我们就淡如水了，没有什么激情了，每天就是柴米油盐。其实情侣之间也会有这样，尤其是你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情侣了，那个激情会一点点磨灭的。但是没有了激情并不等于没有了爱情，所以这点我没有办法界定，你只能自己好好考虑一下，你跟他分了手或者是你们还在一起，哪一个你的幸福指数比较高？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没有他的生活，你会不会觉得痛不欲生，或者是每天少了点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很留恋？如果你想象一下他在交了别的女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吃醋？这些都是可能可以衡量的标准吧。或者是你跟他在一起，因为他的条件啊等等的，我个人是特别不屑这种外界的物质上的条件的。但是有的时候幸福指数并不一定仅仅是用爱情来衡量的，有的时候爱情和面包必须得共存的。也许你真的可以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呢它一贫如洗，那你真的会觉得很幸福吗？或者是这种平平淡淡的，哎，但是它又给你一个很稳定很安全的安全感，有的时候安全感也非常重要。所以你要衡量一下，你父母为什么逼你要跟他结婚，或者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舍不得这种所谓的条件，虽然你觉得对他感情上可能没有太大的激情，但是你可能会舍不得某一些他带给你的东西。你舍不得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也是幸福感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你要衡量一下所有的全局，然后再来做你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就是你开不开心了。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条件特别好，但是我每天都不能正眼看他，我每天觉得跟他在一起就如若针毡，就像煎熬一样，那我觉得答案已经很明显了。我说的这些条件并不仅仅代表物质上的或者金钱上的，还有一些其他东西的。比方说他人很好，他能够给你带来安全感。也许你找了个大帅哥你特别喜欢的，但是他每天在外面花心的不得了，你每天疑神疑鬼，觉得他时时刻刻都会出轨，你觉得这样的感情你跟他在一起会幸福吗？也不一定。所以呢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去衡量。所以我能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自己要权衡一下利弊，自己想象一下哪一个能给你带来的幸福指数比较高。还有一个我经常会对大家说的就是，其实你能给我发几条私信，你能给我写好几百字的很细节的描述，你自己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你只不过觉得你的答案可能是错的，就是在世俗的眼光里，也许在别人的眼光里，你的答案是错的啊！太阳在下山呀，现在的光线真的很不好，太抱歉了。Anyway， 我们继续啊，他只在寻求我的肯定而已，而这个肯定也许都不一定非得是我，他可能就只是想寻求别的人的肯定而已，或者呢他在家里面可能得不到支持，或者呢他自己本身也有犹豫，就是他脑子告诉他要做这样的选择，但是他的心告诉他要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在看他们的留言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其实他是想这么选择的，只不过是有一些东西他放不下，或者是他经受了太多的阻力等等，
某一些原因，或者是他遭受了外界的一些反对。总之呢，他是有一些顾虑的，但是他的心其实告诉他是要这么选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奉劝大家还是要跟着你的心走，因为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开不开心。如果你不开心了，你就算讨好了周围所有的人，你就算生活过得再安逸，你还是不开心的。所以这是我给这一类的朋友的忠告。下一位呢，就是家庭向的，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类别。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可能更加联系的紧密一点吧，我觉得很多家庭都会介入他们成员之间的生活非常的多，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朋友都会给我发来私信，跟我说一下他们的困扰。一般呢都是抱怨啊、吐槽啊、心痛啊、无奈啊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跟你们家里人决裂，跟他们断绝关系，这肯定也是不对的。对于这一类的网友，我想给他的忠告就是，你还是要以你自己的幸福指数为标准。我当然不是说大家都众叛亲离，不跟自己的家人来往，或者是跟自己家人对着干，但是如果他们给你带来的仅仅是痛苦的话，你可以选择不接受这份痛苦，你可以选择把这些痛苦屏蔽掉。很多时候我们的家人会道德绑架，这个也是我自己也有困扰的地方。我曾经在那个不生宝宝的视频里面就说过，我特别特别愧疚的就是这一件事，就是我没有办法给我爸妈生一个外孙子，他们那么想要，他们可能人生已经近乎完美了，只有这么一点点遗憾，我还要给他们留遗憾，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不孝的女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听到这句话不会觉得好笑吗？什么叫我给我爸妈生个孙子呀？在我给他们生孙子之前，我自己要生一个我自己的孩子，这才是首要的重要的事情。我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我和我的孩子能不能有幸福感。如果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我让他们高兴了，但是对我的孩子也不负责任，对我自己也不负责任，然后最后还是导致对他们也不负责任，因为我不快乐了，他们也不会快乐呀。很多网友给我发私信来说，他的父母重男轻女啊，他的兄弟姐妹无理取闹啊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最首要的还是你要先把你自己保护起来。如果你的父母你的家人是爱你的，他们可能会介入你的爱情、婚姻，还有你生活中的各种，其实他们也是出于一个爱的表现，他们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为了你好，他去叨叨你，他去给你施加压力，其实也只是爱你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真的觉得那就是为你好，虽然你可能不这么觉得，但是他们真的就是这么觉得。我们先且不说他们这种为你好是不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出发点都是从一个爱的出发点，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搞清楚。如果你的家人对你的种种真的是从一个爱的出发点呢，那你要去接受，但是你不一定要执行，就是你可以敷衍敷衍啊，或者什么，其实你给他们个笑脸，你稍微敷衍一下，让他们叨叨几句，其实也没什么。但是有一些比较越界的东西，我真的看了很多很多私信，然后我自己看都气得不行，这种我也非常理解。如果你已经定义了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个自私的出发点，而不是出于爱你的话，那我个人的认为是仅仅因为他们跟你有血缘关系，父母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因为父母是生你养你的人，但是其他任何的人，仅仅因为你们有血缘关系，仅仅因为你们是亲戚是家人，也没有给他们出于自私的出发点而伤害别人的权利，这是我的认为。那父母呢，当然有一点复杂，因为他们确实是生你养你的人，确实应该报答他们，确实应该孝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他们给你带来仅仅是无谓的伤害的话，那我觉得不是说你要跟他们断绝关系，但是你可以把这份伤害屏蔽掉，你可以选择不去接受这份伤害，你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报答他们。这个轻重，这个界限只有你自己来衡量，所以这个是我没有办法给你的意见。但是我还是觉得只有自己好，大家才能好，所以呢，你们要关心的首要的还是自己。我看过一个节目里面他比酱吧好像是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很多人给人生的排序是孩子、父母、伴侣、自己，就把自己排到最后一位，就是我们要无私的奉献，然后对孩子是怎么都可以，然后对孩子倾尽所有，对父母也是要无微不至的照顾，对老公呢也是有要做妻子的责任，最后呢才会对自己好。其实完全应该是反过来的。他的理由呢是，你的排序应该是要看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间有多少，而你自己恰恰是跟自己相处的最长时间的那个人，其他的所有人可能伴侣会陪伴你更长一点时间，然后是父母，最后才是孩子。所以呢，
在你把自己照顾好的同时，你才能去爱去照顾别人。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稍微自私一点是没有错的，因为你的自私其实也是一种无私的表现，只有你自己好了，你才能行使其他的责任。所以这个问题我就说这么多吧，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觉得我是在怂恿大家都跟家里面人断绝关系，这个完全不是啊。你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做决定。我刚才讲的哈，只是跟自己特别特别亲的兄弟姐妹父母这些的，其他那些隔得比较远的独留亲戚朋友，你就干脆切除了就算了，这些我觉得真无所谓。因为亲戚其实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个东西，你生下来你们就是亲戚，这些人其实老天怼给你的，你对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所以这些人就直接把切除掉吧。我说的是那种真的没有办法割舍的亲人，可能要再好好的思量一下。下一大类呢，就是两难相的，就是那种在人生的岔路口，我到底要这么选择还是那么选择，这跟感情相的有一点点重叠了。感情相的大部分也都是两难的，很多人问我说该离婚还是为了孩子勉强在一起，要找份稳定工作还是自己出来创业，不小心怀了孕是把孩子生下来还是打胎就是类似于这种。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你的实际情况我没有办法了解，所以我不可能很不负责任的去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没有那么简单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给你一个答案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有的还好，比方说我该吃一个月的泡面去买一个名牌包，还是把这个钱存起来，那种我觉得比较不痛不痒吧。当然你吃一个月泡面对健康是不好的，所以也千万不要这么做，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属于那种人生的大事那种交叉路口。但是大部分给我发私信的都是那种不能说有关生死吧，但是就是人生重大决定的，比方说那种该离婚还是为了孩子跟他在一起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你要考虑所有的后果，你把所有的后果都考虑清楚了。我可以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跟他离婚，但是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我认为一个很简单的正确答案也许对你来说完全是错误的。比方说如果你俩离婚了，对你孩子的打击是不是他有可能从此会一蹶不振？或者呢，比方说在我们中国还有个户口问题，具体我不懂了，但是我想象有可能，比方说你跟他离了婚，你就必须要搬到乡下去住，你孩子受的教育会不会受影响？我不是说乡下的教育一定不好了啊，大家不要跟我杠这个点了，我就打个比方。或者是你勉强跟他在一起了，你以为是为了孩子，但是你俩天天吵架，然后孩子看着你俩天天吵架，他的身心会不会受到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你要考虑的。所以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一定要把所有的后果都考虑清楚，然后你要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承担这些后果。比方说你离开你老公了，你没有经济来源了，你能不能承担得了抚养你的孩子的一个经济的责任？你能不能保证你能给你孩子让他维持一个比较幸福生活的一切？如果你天天得露宿街头了，你真的要上街去乞讨了，那你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我当然说的比较极端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认为对的东西也许对你们并不对，所以我只能教你们怎么去思考，我并不能给你一个很完整的答案。还有一些就是大家看似真的就是在所有人的三观里面都是对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我是有这个责任的，我不能随随便便给你一个答案。有一个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例子，我希望他不要介意我把这件事讲出来，我不会讲细节的，但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她在大学的时候被人骗了很多钱，然后借了高利贷，每个月利滚利，高利贷让他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刚好有一个男的愿意，其实说白了就是包养他吧。他说只要一两个月他就可以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他现在就在这个岔路口上不知道怎么做决定。大家听了这个事情肯定第一反应就是当然不能被包养了，但是作为我来说我不能告诉他你要这么选择，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实际情况。假设这个女生真的听了我的话没有选择这条路，他还是继续选择每天要想着怎么还钱，最后实在被人逼得走投无路一下跳楼了怎么办？那这条命是不是在我手上了？所以我真的不能跟他说你要这么走或者你这么走。也许他被包养的那个对象其实他还挺喜欢他的呢，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交了个有钱男朋友而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坏，所以我是不能帮他做这种决定的。我当时给他的意见呢，就是你是要把所有的后果都想清楚，如果你走了这条路那就没有回头路了，你一辈子都要担负着这个名声。虽然可能别人不知道你做了这件事，但你自己知道你心里面能不能承受这个后果，或者是被别人发现了然后你在学校可能都待不下去了。但是反过来又说
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能很轻松的帮你解决问题，而且你如果不还这个钱的话，你的生命是不是有危险？所以你要考虑所有的后果。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尽量跟关心他的朋友和家人商量一下这个事情，不要自己一个人扛着。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会伤心，但是总比你被高利贷的人逼债好吧。所以大家遇到这种岔路口的情况呢，也不要非黑即白的就说哦，这个事情是一定不对的，你一定要想他的后果，把所有的后果都想清楚了，然后想一想你能不能承受。还有那种就是我是去该找工作还是去创业，如果按我的价值观，我可能会劝你，你这么年轻你还输得起，你不如去闯一闯。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也许他真的输不起呢，也许他找了一份很稳定的工作，最后生活的安逸风平浪静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看你怎么舒服，你自己觉得你的心里面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然后你衡量一下后果，最后做一个尽量不那么冲动很有理智的决定吧。Hi. Yeah. Have you already got your order? Yeah. I'm all right. I'm sorry for that. That's okay. Ah, 好丢脸呀，被人敲车门。最后一类呢，就是人生向的，就是害怕自己变老啊，生活特别无聊啊，没钱没房没前途啊，感情不顺利啊，我的生活多么悲惨呀，为什么别人活得都比我好啊，等等。对于这种私信，我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你觉得别人生活比你好，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奋斗啊。我自己是非常坚信没有天上掉馅饼这么一回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低谷的时候，我也知道某些人看上去就是幸运儿，他也好像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自己就有很好的生活。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么想，觉得哇好羡慕谁谁谁的生活，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知道，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完全没有烦恼的。我自己也有低谷的时候，烦恼的时候，也有生活中遇到非常不好的事情。有的呢我给大家讲过，有的我在视频里面都没法跟大家讲，有的故事我觉得我讲出来可能都过不了审。所以大家看到的，不管是在网上的这些博主还是你朋友圈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尽量的表现自己好的一面，把自己好的一面晒出来，自己不好的一面永远都是藏在心里的。这不是要眼红谁，不是要炫呀，也不是要晒呀，其实也是了，但是这是一个人的本能吧，我觉得。所以大家也不要去看别人的生活怎么样啊。有一次我记得有人给我留言说，哇姐姐你的生活怎么如此美好，我怎么这么不幸运，哇天哪，难道我真的给大家这样的感觉吗？就是大家总觉得哦，我婚姻很幸福，他们总觉得我想象不出你跟你老公吵架，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真的经常跟我老公吵架。我记得有一位我 follow 的博主，他的生活简直就是所有女生向往的，每天飞这儿飞那儿去参加服装秀啊，有各种的大牌给他免费的赠送产品啊，自己也是长得非常漂亮，身材也超级完美，男朋友长得也是非常的帅，然后他们两个人每天生活的无忧无虑的。有一次呢，他去了一个酒店，然后就跟他男朋友说了一句，哇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吵过架，但我感觉就是哇，原来他们也是经常吵架的，只不过不在镜头前面秀而已。所以呢，其实表面上看上去很好的人，大家都有烦恼，都有不顺心的事情。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家经过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可能所有的积蓄一夜之间都没了，不光是我的，还有我父母的，就是对我们打击非常大。所以我去年的时候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大家在镜头前面可能感觉不出来，我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也是不能说安慰吧，但是大家真的不要觉得网上你看到的那些假象，甚至是你身边的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们在家里面把门关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你也不会知道。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自己的生活又有多不美好，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用阿 Q 精神，就是看一下不如自己的人，不要老跟比自己强的人比。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我好幸运，我没有什么残疾，我有个爱我的老公，我有一个房子住，我的温饱没有问题，我没有什么疾病，我生活在这么美的地方。其实生活里面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感恩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小的也许微不足道但其实很美好的事情上。当然也许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因为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也许在看视频的你们有人经历的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不能感受这样的痛苦，但是尽量去发现美好的事情，发现生活中的这些 silver lining 吧，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人呢就是怕自己变老啊，觉得生活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我以后会专门出一个变老话题的视频，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但是我觉得时间真的太公平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得掉，所以呢我也是发挥
阿 Q 精神，我找一个非常漂亮的，比方说范冰冰，你看她现在这么年轻貌美啊，虽然她可能也在某些人眼里也不算年轻了，但在我眼里也算是年轻的。她这么貌美啊，但是她有一天也会老，所以呢，我想到这个，我觉得就不会觉得那么惧怕了，因为有很多人给我垫底儿。反正大家就多发挥阿 Q 精神吧，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这样会让自己的心情也好一点，然后你的生活也会更加美好一点。以上呢就是我回应大家的一些私信啊，大家跟我诉说的一些苦恼啊，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我真的不是给大家灌鸡汤，而是真实的想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吧。虽然我也不算是多睿智或者是多有生活阅历的人，但是可能比很多在看视频的你们都要多活几年吧。希望可以把我总结的一些心得，然后我自己平时是怎么看到我自己的，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吧。我知道这次录的乱七八糟的，我感觉灯光效果呀，也许收音效果都会非常的差，希望大家不会太介意吧。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形式呢，我可能也会多出来录吧，因为我看到有其他的博主也会在车上录一些视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形式，大家就给我留言吧。下一次我一定把相机角度还有其他东西都调得稍微好一点，我发誓。好了，那我们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希望可以继续收到类似的内容呢，请点击下面的订阅键，还可以多多的帮我点赞转发，一键三连，别忘了关注我其他的社交媒体，都是 @MissLindaY， 在其他平台上跟我互动沟通。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